大家好，我是黑天工作室小梦，今天我在沈阳的大大有缘会。问一下小梦，情人节一般都怎么过呢？我自己的情人节一般是和朋友一起就逛街，还有吃饭，或者一起看一下电影。你漂亮的话，准备情人节怎么过呢？目前来还没有，如果有的话，应该也是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这三个步骤吧。那可不可以跟那个粉丝们谈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？什么样的？应该是就活泼一点，然后话比较多的吧，因为我自己话比较少，然后这样的话也要好沟通一些吧。是说那种比较幽默的吗？比如说就像沙宝儿或者那个王贵妃一样，就话特别多的，这样也是不行的。好，那有没有什么情人节脱单小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呢？其实小经验的话，我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，但大家倒是可以请教一下，就是沙漠或者小雨这两个人。是说他们的那个什么谈恋爱的经验比较多是吗？这两个还目前还多，挺蛮多的，因为之前那个小雨上过一个相亲，他自己还上过一个相亲节目。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想去上相亲节目什么的？完全没有想过。那就是情人节了嘛，给粉丝带一点小福利吧。这样吧，我给镜头前的大家画一个桃心，这样。好啦，今天的内容。